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开始《老子的人生智慧》第六讲，题目是“见微知著”。这四个字呢，并不是老子的原话。这句成语呢，出自东汉初期的史学家袁康的著作《越绝书·越绝德序外传》中：“故圣人见微知著，读史之中。也就是说呢。 从事物刚刚发生一点细微的变化开始量变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很清楚地觉察到它可能导致什么样的质变，从而做到未雨绸缪，防患于未然。尽管这句成语不是老子的原话，但是在《道德经》中呢，我们能够更深切地体会到见微知著的深刻内涵。第一节要说的是。 小中见大，易中之难。人们经常会因小失大。老子告诫我们：，其实困难的事情往往是从容易处开始的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所谓“细节决定成败”。为无为。 事无事，味无味，大小多少，抱怨以德，图难于其易，为大于其细。天下难事必作于易，天下大事必作于细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以无为的态度去有所作为，以不搅扰的方式去做事，以恬淡无味当作有味。 大生于小，多生于少。用德来报答怨恨，处理困难要从容易之处入手；实现远大的志向要从细微之处入手。天下的难事必定都是从容易之处做起的，天下的大事也必定都是从细微之处开始的。 韩非子对老子这段话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解读。他说：“有形状的东西，大的必定都是从小的发展起来的；历时经久的事物，成群的必定都是从单个的积累起来的。所以老子说：天下的难事必定开始于简易，天下的大事必定开始于微细。因此，要想控制事物。” 就要从细微的时候着手，所以老子说，解决难题要从易处着手，想干大事要从小处开始。千丈的长堤，因为蝼蚁盈窟而导致溃决；百丈的高屋呢，因为烟囱漏火而导致焚毁。所以说，白龟巡视长堤的时候要堵塞小洞，老人谨防跑火。 而涂封缝隙，因此白龟没有水灾，老人没有火灾。韩非子总结说：“此皆慎易以避难，静细以远大者也。”意思是说，这些都是谨慎的对待容易的事来避免难事发生，郑重的对待细小的漏洞以避开大祸临头。 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诸葛亮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智者。宋代尤茂的《遂初堂书目》收录了《诸葛亮将苑》一文。尽管此文是否真为孔明亲笔所作，后世存疑，但是文中所言在选人用人方面独到的见解，却值得我们借鉴。文中作者从人的 智、辩、识、勇、信、廉、信七个方面，总结出了观人选人之道。然知人之道有七焉，一曰见之以是非而观其智，二曰穷之以辞变而观其变，三曰资之以计谋而观其实，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。 五曰，醉之以酒而观其性；六曰，临之以利而观其廉；七曰，欺之以事而观其信。意思是说，了解一个人的本性有七个办法：用离间的办法询问他对某一件事的看法，以考察他的志向和立场；用激烈的言辞故意去激怒他。 以考察他的气度和应变能力，就某个计谋向他咨询，征求他的意见，以考察他的学识；告诉他即将大祸临头，以考察他的胆识和勇气；利用喝酒的机会呢，使他大醉，以观察他的本性和修养；用好处对他进行引诱，以考察他是否清廉。 把某件事交付给他去办，以考察他是否有信用，值得信任。上述官人七术，其实呢也是从一点一滴的细微处着手，对一个人能够做出的回应进行判断，从而得出此人是否可以重用的结论。这其实呢也是见微知著的道理，《史记·武帝本纪》。 记载了帝尧考察接班人虞舜的故事。故事说呢，尧试图寻找一个能够继承帝位、为百姓服务的人选，但是包括自己的儿子在内的很多人选都被他否定了。这时候呢，就有人向他推荐说，有一个单身汉，他流落在民间，哎，叫做虞舜，这个人比较贤能。 尧说：“呃，我听说过这个人，他这个人怎么样呢？”四月回答说：“他是个盲人的儿子，他的父亲很愚昧，母亲呢又很顽固，弟弟又很傲慢，但是舜却能够和他们和睦的相处，尽孝悌之道，把家治理得很好，使他们不至于走向邪恶。”尧说：“那我就试试他吧。” 于是尧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虞舜，从两个女儿身上观察他的德行。舜让他们降下尊贵之心，住到龟河边的家中去，遵守为父之道。尧认为这样做的很好，就让舜呢担任了司徒之职，谨慎地理顺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这五种伦理道德。 人民都遵从不违，尧又让他在明堂四门接待宾客，四门处处和睦。从远方来的诸侯宾客都恭恭敬敬。尧于是又派舜进入了山野、丛林、大川、草泽，遇上暴风雷雨，舜也没有迷路误事。尧更认为他十分聪明，很有道德。 就把他叫来说道：“三年来，你做事很周密，说了的话就能做得到。现在，你就登临天子之位吧。”尧考察舜的方法，很类似于现在我们的党委组织部从基层开始锻炼和选拔干部的做法。对这种从细微处出发观人之术，在韩非子的著作。 说林中呢，还提及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圣人见微以知盟，见端以知末，故见相助而不知天下不足也。这句话概括的是韩非子讲述的一个发人深省的寓言故事。故事的名字叫《纣王相助，话说，被后人称为暴君的商纣王，其实，在 刚刚继承王位的时候，并不是个荒淫之君。他勇武过人，屡立战功，备受百姓的拥戴，臣子们也认为他是一个明君。有一次呢，纣王用了一双象牙筷子吃饭的时候，正好他的叔父箕子来汇报工作。箕子看见拿着象牙筷子吃饭的纣王，吓得直冒冷汗，惊恐不安。 也就是韩非子所说的“纣王象助箕子布，那么，是不是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把见多识广的箕子老先生吓着了呢？非也。箕子之所以感到恐怖，是因为纣王手里拿的那双象牙筷子把他给吓到了。这双象牙筷子可以说是做工精细，雕刻精美。 但是姬子却从这双精美绝伦的象牙筷子上感到了大事不妙。他在想啊，如果纣王用象牙筷子吃饭的话，那么就必须得用配得上这双筷子的餐具。一般的粗瓷大碗那一定不能用了，怎么也得用得上一个金银玉器犀角杯啊。那么有了这金银玉器犀角杯，那么吃的东西。 上点档次也是应该的啦，一般的什么青菜萝卜什么的就看不上眼儿了。燕窝鱼翅那是少不了的，那么再来点熊掌什么鲍鱼什么的，可能才配得上这精美的餐具。品味这么高的纣王一定不会再穿着他那件粗布短衣，在装修一般的宫殿里用餐了，他得换上绫罗绸缎的衣服，宫殿呢。 也要做得足够的高大，台也要筑得很高。所谓“非壮丽，无以重军威”吗？可是，如果任由这种情况长期发展下去，就会耗费民众大量的劳动和钱财。官员们为了满足纣王的要求，就会横征暴敛，人们就会对纣王和他的官吏的行为表示不满，并且进行咒骂。 纣王因此会对反对者进行镇压，性格也会变得残暴起来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吗？哎，事情果然不出姬子所料，没过多久，纣王就变得荒淫无道起来，整天沉迷女色、吃喝玩乐，还残忍的大开杀戮。他杀死了忠臣比干，有良心的臣子。 也纷纷背叛纣王，投奔了周武王。最后，纣王因为奢华过度、暴虐无道，遭到了周武王的讨伐，国家就此灭亡，自己呢也送了性命。这个故事啊，乍听起来有点悬，以为是韩非先生杜撰出来的寓言而已。可是，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当中，也很详实地记载了这个故事。 箕子者，纣亲戚也，纣使为相助，箕子叹曰：“彼为相助，必为欲卑，为卑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欲之矣。与马弓矢之箭，自此始，不可振也。”纣为淫佚，箕子见，不听。 看起来商朝的灭亡，哎，真的可能就是从纣王使用的这把制作精美的象牙筷子开始的。从一双象牙筷子开始，纣王最后竟然断送了江山，这样的教训可谓是沉痛而深刻的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，仔细观察细微的地方，可以预见可能发生的结果，事无巨细。 以小见大，否则，即使是小的祸害，恶性循环下去，也必然会招致更大的灾难。那么，聪明的人应该怎么做才对呢？下一节课我们就来讲具有防微杜渐之智慧者明的道理。我们再见。